行伫上后壁迄个提一个物件，甲手铐扎咧。伊是金华城案的被告台北市议员应小薇，有挂嘴暗，看起来是无啥精神。这是应小薇八月二十九收啊了后，头一摆有镜头翕到伊。台北地检署针对伊接受申请金4700多万的部分来做了解。甲伊关系真好诶，申请金嘛是共一工叫台北地检署调门，坐轮椅意外看到伊脚下有倒流讲，台北地检署嘛真无闲，即三工有调门申请金，彭胜生、柯文哲、应小薇一个一个一直来，就是要了解金华城案件独立诶部分，甚至金钱诶往来。检方为着加速调查诶进度，嘛调门以前诶台北市副市长林清荣来做证人。好，各位谢谢，我们票尊重司法。林清荣是无爱加讲，根据了解，当时的都发局总工程师邵秀佩甲检方总讲清楚啊。伊承认讲，金华城嘛毋是都江地区，特别是用变形手法，互金华城得到拥挤奖励。这个讲法唔拿不理柯文哲、彭振声，嘛可能是因违法的证据。彭振声是学土木，彭振声说那个也不是我的专业，都是计划马门办的，对对，都是计划马门办嘛。所以你要无中生有生出一个荣奖的东西出来，那这个恐怕要找专业嘛。啊，专业就是邵秀佩嘛，就是这一位啊。邵秀佩据说好像过去是林周明的爱将，后来林周明不是看愤愤不平，跳出来讲说柯文哲不可能不知道嘛，就是因为好像看到爱将的名字，怎么也被牵扯进去。洪夫的身体状况怎么样？不好意思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那他有可能会转污点证吗？侦查内容我们都不便透露，谢谢。金华城的案件牵涉到几百亿的利益，到底是什么人在处理，什么人在出力，后面的真相一定要让大家了解。民视新闻综合报道。赶紧替您出力 MOD 的遥控器，在主选的项目内底来加入民视新闻台，为您带来上届及时、上届正确的新闻内容。